嗨，大家好，我是小桃。哇，这个等待了一个多礼拜的超给力组合终于收到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开箱，跟大家一起看一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这样打开之后呢，首先第一个出现了一张 Thank you 卡，看出来吗？好，那这一张呢是 Lauren 写给我们的，他说呢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啦，谢谢你成为我们的顾客，也是你是我跟我先生 JR 创立这家公司的原因，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服务和事业帮助你实现美好的生活。好，所以呢这是一张哇 Thank you 卡。好，再来呢第二个另外一张呢，这个是算是有点产品说明，他说诶，欢迎踏上转变跟健康之旅，这一次的超给力保健三重奏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迈向更健康更有活力的生活。好，那里面有提到说呢，只要三个步骤就可以呢来感受这个无比的好处。那他说呢，这个是三精心挑选最热门的保健产品里面的黄金组合，通过呢三重的重效的系统，就是可以发挥加成的效果，好期待哦。他说呢，为我们提供非凡的成果。第一个呢，他说三重奏的原理呢，第一个是通过红枣精华，好，它是虾红素，可以来重新唤醒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调整新生理机能，然后呢帮助体力，然后可以让我们有感受到这个大海般的活力唤醒。所以一大早呢，这个虾红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唤醒我们的身体。好，然后再来呢，差不多4到5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要吃这个维生素 D3K2， 哇，这个是属于重新建构的。那 D3K2 啊，这就是在这几年是相当受到注意的一个营养素。他说呢，这个 D3 啊，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还有肌肉的一个正常功能，然后提升它的保护力，然后还有骨骼，然后强化肝脏跟血液里面的凝血功能，然后促进健康。好，它主要可以帮助新陈代谢，然后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然后呢帮助我们保有青春跟活力。好，再来第三个呢是芦荟汁，这个呢是晚上睡前喝的哦，它是需要帮我们做这个重新启动的工作，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平衡我们的消化道健康，然后调节日夜的生理节奏。哦，我觉得这个我还蛮需要的耶。好，他说呢，这个因为这个芦荟汁呢，它本身有获得那个国际芦荟科学协会的一个认证，证明它的芦荟含量跟纯度都有达到很顶级的一个标准。好，所以呢，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元气满满，并且重新的感受一下我们身体的这个给力的一个健康。这样好，那所以呢，这整个呢是有三个步骤。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产品。拿出来是这样子一袋哦，一袋里面是有2瓶芦荟汁，这个是晚上喝的。好，那至于要喝多少呢，就是小桃建议呢是可以就是把它倒出来，打开之后呢把它倒在杯子里面，一次每一天呢可以喝 60cc 到120cc， 这样 OK。 好，睡前喝。然后这一次呢，我组合里面给的是这个蔓越莓苹果的口味，这个很好喝，那记得开封之后拿去冰哦。好，那再来这个呢是这个红枣精华的胶囊，它是提早上呢帮助我们唤醒身体的，所以呢那记得在这个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比较脂溶性的一个维生素，所以记得我们是在餐后的时候吃，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不吃早餐的人，就是跟小桃一样就是作息比较奇怪的，那我们就是在起床之后的第一餐的餐后之后吃，这样 OK， 记得配一大杯水。然后再来虾红素的隔4-5个小时，就是来这个 D3K2， 它是一次一份，就是呢把水加到这个盖子的线 OK， 然后呢配上一个瓶盖的粉末，这样子来啦啦啦之后喝下去，是在午餐的餐前，第二餐的餐前，大概4-5个小时左右。好，那晚上睡前呢就是这样子。哇，
好，晚上睡前的时候呢，就是喝这个芦荟汁，开封之后呢，记得把它冰起来，然后这样尽量在两个礼拜之内把它喝完。好，那非常期待这一次的那个超给力三重奏组合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自己，有没有很期待呢？小桃呢也在这边跟大家一样，就是呢从现在开始呢连续会使用它一个月，我们来一起看看在这一个月之后呢，我们的身体还有各方面精神感觉各方面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跟分享，谢谢大家，谢谢。